行，不错。唱完了赶紧问啊，赶紧问，赶紧问，不明白了赶紧问。问。老祖，郭老师，我在这儿呢。我跟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干嘛呀？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郭老师没那么矮。你看，以后再过上百年，咱人都高，最矮都姚明这样。嚯！你不就开始说话吗？我都个高。哎，郭老师，我问问你呀、啊，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？你这倒霉孩子！哎呀，这么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？可不吗？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？啊？你说说，蒸羊羔啊。头一道菜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郭老师。哎呀，你说老先生会的就是多，是多。哎，行了，赶紧给动起来吧，快点。这又给动上了。哎，又给动起来了。我的妈呀！动起来，你就在那练呢。嗯。背，练着练着又坏了。怎么？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有老前辈呢。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，放到解冻仓。又搁里面。哎，关好盖，摁解冻键，调时间。这回注意啊，用不了五分钟了。哦，一分钟就成。为什么短了？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。哎呀，真细致。哎，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，郭老师又出来了。郭老师，哎，不对，不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我怕你卡顿。干嘛意思？不是，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？怎么了？这回时间太短了啊，没有完全化开。哎呀，身上还沾着冰碴呢，赶紧问。